你们都认识我们啊，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？你告诉我啦。我看过最荒唐的警察局就是你们。就是这一幕，宜兰县议员蔡文义认为警察局都有照片名单，应该认识所有议员，怎么还开单？质询曝光引发网友痛批。啊，你们同仁把他拦下来开红单是怎么一回事？啊，你告诉我啦，你告诉我。就在脸书社团靠北警察当中，有网友贴出长头诗，横着念写着蔡议员平时认真努力，文创观光也辛苦建设，会议蓝洋许多年，干嘛一直针对他？但如果把每行第一个字连起来，这可变成了一句脏话。仗着他是官员啊，欺负我们这些老百姓，好像他做错事都不用开单一样。上网打开蔡文义议员的脸书，上头原本的动态都已经全部删除。尽管事情已经过了一天，网友还是用访客贴文的方式继续表达不满。就算前一天蔡文义急忙找上警察局长上演大和解，还强调招人断章取义，但画面会说话，让民众观感不佳。这是怎么一回事？你告诉我了，你告诉我。记者林医生宜兰报道。